但是，给这薯片干一下吧，或者干吃的就都不太知道它怎么用。价格的话，你看一下，你左飞为了摩卡味的，来看看。这个面包特别好吃，昨天我买了一个试一下，然后今天试，呀，咸的不得了。这种分装一盒一盒的，就每天吃一盒，又卫生而且方便。这个麦片一定不要泡太软的时候吃，就是泡一会儿，然后还能听见一些脆的声音吃，非常好吃。这是我最爱的酱油。吃完饭就陪小朋友玩一会儿，看起来很和谐，其实你们看一下这个地上就知道。默默的乱了，现在我开始收拾。嗯今天我来超市要买的东西是儿童的那种水果泥，速食的，就在外面随时可以打开吃的，就比较方便。再带大家随便逛逛。为什么又来了薯片区？我给这薯片干一下吧。我特别喜欢上午来，这根本就没什么人。哇，这个好新的，是一个，就是叫啥树莓干吗？这应该是放在麦片里吃的，或者干吃的就很奢侈。这包是10.05元，就是50块钱人民币，不到50块钱人民币。就是这个，平时是3.29元，现在是4.2元，还不错，多买几包。买了好多，20多袋。这有好多的浓缩果汁儿，要是做饮料、做酒用的，我都不太知道它怎么用，那就超好看。新西兰的肉还是相当非常不错的，价格的话你们看一下，像这种15块3.7元，这个是可以直接做的肉丸，等我有功夫做饭了就买。这些都是汉堡的肉。小孩睡觉了，我终于可以胡作非为啦。这些都是我的饮料，我有两个冰箱，这个冰箱就是一些饮料啊、零食啊、汤啊，我要喝这个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零食，一个神奇的玩意儿，我还没有试过，这个很神奇的。这是一个摩卡味的，这个摩卡味的，这个应该是一个，它可以蘸这个酱，然后里面有一种碎碎的那个小饼干条，跟咱们国内的那种就是有一些蘸酱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相似的，打开看看。这是那个小饼干条条，应该就是那个酱，它有点像类似于中东比较爱吃那种豆，我就特别爱吃。当时我去迪拜的时候，我就狂点那个中东餐。这酱怎么这么多？够了，我就这几个。I fall in love with you. 계절이 바뀌어서 꽃이 지고 더 늦기 전에